法拉盛消息，就在我们法拉盛的三福大道，一位棕色的小哥开始鸣抢摊主的货物。近日是我们的亚太日，周日的街道上放满了琳琅满目的商品。当时众多警察在此，也是维护亚太日的秩序。三福路口，今天是街坊节嘛？街坊节，今天是2023年5月14日，星期日。